我假装失恋，我骗骗这个妹子，好吧？我演一波，好吧？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奥斯卡影帝，好吧？哎，入戏了啊！是那个比心的那个小姐姐吗？啊，对，我是比心上那个小姐姐。你吃晚饭了吗？还没吃啊，没有什么胃口，没什么心情嘛，今天心情不大好，就跟除了好久的女朋友分手了，分手一天了，昨天前天分手的，前天，就我现在过的生活特别萎靡，特别堕落。失恋又怎么样啊？我今天刚参加我前男友婚礼。前男友的婚礼是？我跟他是聊戏认识的，然后两个人就网恋嘛，然后网恋了大概有两年的样子，然后半年前就奔现了，然后奔现回来他就跟我分手了。真的假的呀？我就想知道他为什么就是我们俩奔现然后就分手了。啊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之前太胖了，200斤的胖子，然后他说假照片，我骗他。那我看你照片也不像是200斤啊！我看你那个比心 APP 上那你的照片还挺好的，还那个视频。现在刚分手后我就减肥，然后减了半年，我现在不是瘦了吗？然后我今天去他婚礼上的时候，他已经认不出我来了，然后他还问我是谁。真的觉得太难过了。哎，别哭别哭别哭，真的就真的不用为这种男人就再去流泪了，真的不值得的，犯不上的，真的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应该说这些的。没事没事，影响你的游戏体验。啊，没事。本来是我我是套路他的，我怎么感觉我好像进套了呢？啊哈，哪有这么巧的？就突然间就，他应该是骗我，我要套他的话。妹子，我跟你说，其实我跟你说个事情，其实我是骗你的，我没有失恋。哎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刚刚说我是比心大美女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戏演得多。